位在新竹，曾经号称是亚洲最大购物中心，在几年前已经结束营业。那么现在呢，在这个空旷的地下停车场啊，居然呢还是有照常收钱，让很多民众进去停。但没想到这个停车场呢，也变成街友逗留的地方。很多停车的民众停好车之后，突然看到街友都很害怕，认为有关单位并没有善尽管理责任，完全不顾停车民众的安全。曾经风光一时的购物商城，在三年前结束营业后，外观拉起封锁线，架起铁丝网，禁止任何人进入。地上堆满垃圾，门窗玻璃破了一个大洞，也都没有修补。昔日招揽生意的看板还高挂着，但整个商圈周围却是冷冷清清。商场虽然结束营业了，但是停车场还是一样开放使用。有民众表示说，他把车停在商场的地下室，凌晨要取车时，大灯一开，突然被前方一名披头散发的街友给吓了一跳，而街友似乎也受到惊吓，抓了棉被立刻逃跑。民众质疑停车场有关单位根本没有妥善管理。停车场管理员则说，隔壁停车场和该商场的地下室是连结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入，他们也没办法管制。我们看不到的范围之内，会不会从那里溜进去，我们不晓得了。那现在如果溜进去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看到的话，我们就会请他离开啊。派出所表示，每天都有排班巡逻商场四周，今后会加强巡逻，保护民众人身安全。中天新闻何孟谦、林立成新竹采访报道。